早安，我们现在在我家里附近那个散步哦，然后小包在这，他在带狗狗散步，然后这只狗是我们要领养的狗，是一个朋友家里生的狗哦。那因为我们还没有搬家之前，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把它带回家养，因为家里的空间不够大，所以我们就周末的时候会去把它带来我们家，然后培养感情，一直直到我们搬到新家为止。那给你们看一下。Theo, do you want to introduce them? 你把狗狗带来。Bring her here. Come on. 狗狗现在不停。Hi, Cookie. Hi, Cookie. Did you say hi? Hi, Cookie.它是什么狗狗？ Golden Retriever。 对，它是黄金猎犬。可是刚才弄了啥？跟车手里弄不客气。Cookie, come here.我们现在要带他去公园，然后因为今天小豹的同学的妈妈跟我们约，然后我们就准备带Cookie 一起去。那今天等一下带他去晃一晃，完了以后我就需要把他带回去朋友家，因为我们的公寓现在目前还不能养大型犬哦。不是房东，我们就是房东。可是因为我们的公寓大部分都是小型犬，怕大型犬造成别的住户会就是很反对，所以呢，我们就打算到了新家之后再把它带回来，没关系吗？然后呢，你 say hi， 然后等会呢，我们就带它去公园晃一下。但因为那个公园的狗很少，基本上只有很少很少的人，他们那个公园也不怎么多人，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准备去晃一晃。Theo, are you ready to see your friend?Keanu. Oh. You don't even know who's your friend? Cardi's not your friend. Yes. Is she? Oh, okay. Okay, 等会见。刚到公园，然后现在我们在吃午餐，然后等小包的同学，然后 Cookie 还在下面玩。我们吃什么？看看。我们在吃拼吧，然后小包在吃的那个是鱼糕汤。Cookie.故意在上面休息 ，Cookie 嗨。然后我们有带他的水来，好吃吗？这里。然后现在是公园的样子。等一下，等他的同学来，我们就一边吃点心，然后一边聊天。然后我的手机刚刚放在车子里面，所以我爸去车子里面帮我拿手机。等一下我同学打电话给我的话，我没办法接，所以我爸先去帮我拿。那我们等一下见。我们现在是中餐的。这个你想玩嘞？Do you like cookie? Who is down there? Okay. Who is right here? 我们吃的是烤肉的。
근데 여기 는 사람이 항상 요 정도 있는 것 같아요. 막 되게 많잖아. 사람이 막 되게 많지않아요? 사람들처럼 다들 무서워서 차 될지 몰라. 주차장이 좁아서 그런지 그거 일찍 한 9시 때 오면 진짜 뭘? 근데 또 한강은 제가 한번 없어. 한강은 진짜 사람한테 엄청 많잖아. 맞아맞아맞아. 근데 그렇게 북적거리지 도심이라서 그런 것 같기도 해. 여기가젊은커플이다죽인것같아요맞아여기가족공원이잖아한강은진짜다커플준이야나어디지너뭐해준이야너뭐먹을거야네안녕하세요준주먹밥아니면김밥뭐먹을건데그냥준이나지갑반포도어포도포도포도그내가있던줄알았는데먹어봐Can you believe how much we got? Why do you need so many of that? For what? For our pet. Pet? 개미의 pet 야이거잘한다 아영상찍는거예요오유셉준이야유셉준이야너봐준이야개미좋아해아니야싫어요Got so much. I think we have so much. I think we need to. 선주야너이거가져갈거야오여기앞에서现在刚到这个后面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样品屋哦，所以我们的房子不在这，我们房子还在盖，但就是在这个的附近。然后现在空气超好，所以呢，我现在在这边等公公婆婆，因为公公婆婆想进来里面看，但是里面应该是不能拍，所以我没有办法进去里面拍。Theo, come here. You say hi. Hi. Why are we here?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meet on this class. Are you excited? Yeah. Why?So who's gonna come with us? My grandma. No. I say when we move here, who's gonna come with us? A cookie.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等，然后公公婆婆应该会从这边上来，但是她还没有来，所以呢，我没有办法知道婆婆到底什么时候会进来。我们今天来这边，好像这边的房子都卖光了。然后我爸现在去那个他们那个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卖屋所吗？中文是要这样吗？就是他们样品屋的时候，他们会有那个中介嘛？他们现在那个中介好像现在都没有人，因为好像就是都卖光了。现在目前好像都是已经全部清空，要不然就可能如果有剩的话，也是剩的不多，大概一两个房吧。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见完公婆以后就要来吃饭了，等会见。我现在要跟公公婆婆去吃饭，然后我们到这个家里附近，就是新家附近。Theo, come on. Popo 在前面。前面是我大姑的女儿。好嘞。여기네아직아그건드려여기요건드려
조금만더드세요여기리밥그러면이제저희가사는거예요저여기이거익었어어반찬똑같네아전이볶아들이너무어맛있어양이얼마안돼서국수도먹을수있을것같아 네감사합니다국수는여기하나저기하나요중간중간놔주세요그러면요거먹으면돼국수어떻게넣어요이거국수네명아니고이따먹고이거먹어도돼혜리야너이거한국장한국장싫어이거이거이거여기있어여기있어요그같은데장수총하면은그래도가단순하잖아심플하잖아그냥야옆에요청국장청국장여기다가청국장같이넣어가지고넣어가지고그리고여기에맞는게뭔지알아또승마전그래서그찾아봤는데태호는여기이사오면저기갈거예요네승마헨리가승마를진짜잘해요헨리가잘해요4년전도배웠어요학교다닐때말관리하는것부터학교수업에있었어요그럼 먹고사는거먹고여기맛집마장골프장별로먹고삽니다맛있어I have no space. Me too. You think? It's fine. 태호야이거여기넣고then you have more space 완전완전부담스럽다많이넣으면많이이발성짜는거야이발지금결정기아머리지금저결정기태호지금끼고있어요결정기밑에하관이좁아그래서이걸지금걸리고있어요걸려서다른이빨이못올라와서올라올수있도록지금고정하고있습니다이빨이안올라가서저도고정해야돼가끔올거예요중간중간지어지고있나어떻게지어지고있나참참올때마다이제하나씩가보는거예요오다오다가그옆에하나사도돼 그래서아까물어봤는데여기근처에올생각없나고 어이구너어떻게이렇게많이물었어너왜그랬어야할머니갈게태호인사해야지태호인사해